Hobby Gam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Hobby Game 嘅玩物频道，我系 MS。今日同大家介绍嘅系呢只 Capcom Figure Builder 系列嘅天帅龙啊。其实呢条龙啊，系喺个 Monster Hunter Double Cross 嘅主要 Monster 嚟嘅。净系睇个盒都知道佢非常大只啦。好啦，我而家即刻开箱俾大家睇下先。天帅龙是属于古龙种的 monster， 它可以音速飞行，它的巨大肌肉可以放出龙气，在愤怒的时候还可以当作利爪使用啊！全身都披着银色的鳞龙啊，做得非常之仔细的。我哋细心睇下佢对翼啊，每一块鳞片都可以睇得好清楚啊，而背后嘅龙气仲用透明红嚟表达，而且你可以见到个造型都非常自然，而且都好有动感。再细心睇下佢个头部啊，你会见到佢个鹰嘴可以话系忠实呈现啊，仲有佢嘅前脚啊，你会见到佢嗰啲爪有几大只，相信大家都会记得。佢出爪嗰阵时嘅一种逼力系点样嘅？唔知道大家觉得点咧？呢、這个 figure 咧仲有分呢个普通状态同愤怒状态，呢只就系普通状态啦。愤怒状态咧嘅用色会有少少唔同嘅，而我自己咧就比较中意呢个普通状态多啲啦。今日介绍就系咁多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 Hobby Game， 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。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分享更多嘅游乐资讯，下次再见。